Steffy 大新冇人介绍男仔俾自己。邓丽欣、周柏豪等人日前就出席由佢哋声演嘅 3D 电影《愤怒了大电影》嘅首映礼。Steffy 表示呢套电影系喺同方力申分手之后先配音嘅，不过佢就话自己系专业嘅，所以工作嘅时候会将私人情绪放低咁话。最近嘅，即系上个月配音嗰时候。冇啊！我覺得做嘢即係始終都要專業啲嘅，即係做嘢就還做嘢，就將自己私底下嘅情緒擺埋一邊先咁。係咧，你嘅舊愛小芳話有好多人介紹女仔俾佢識喎 ，Steffy， 你有冇人介紹男仔俾你先？冇喎、啊，你有冇啊？姊妹咧？冇喎、啊，你都唔理我嘅。冇啊，唔需要刻意啦呢啲。即係順其自然啦，同埋多人追所以唔使介紹。冇喎，真係唔知道我自己好我自己唔係好即係諗呢一方面住咯。因為最近都即係啱啱拍完呢個電影，都傾緊好多其他電影。咁嚟緊下個禮拜都開第二套，咁所以投入工作先係。